我先把这个线，这个刹车线先拔出来。然后再拆螺丝，把这两颗螺丝拆掉，这两颗。然后再把这边这两颗也拆掉。然后这个车头就可以拔出来了。拔出来这里这根线，这里有个端子，这个端子可以拔开的。好，这车头就可以拿掉了。装的时候再插回去，把那个线再插回去。啊，它那个线里面有个线位，要对好这个线位槽跟这边。把这线塞进去。然后再把螺丝锁回去。然后把这边这两颗螺丝也锁回去。然后把那个刹车线再装回去。这样就可以了。